石是人们对煤炭的称颂，称颂它的朴实无华，没有宝石绚丽的光彩，称颂它的坚韧顽强，承受着大地的高温高压，称颂它的无私奉献，燃烧自己，奉献着光和热。建校伊始，该校就根植于煤炭艰苦行业和偏僻落后的辽西地区，秉承煤炭人的献身、敬业与战斗精神，融合辽西艰苦地区朴实、坚韧、刻苦、顽强的社会文化底蕴，经历史的沉淀，铸就了辽宁工大人特有的朴实无华、坚韧顽强、无私奉献的太阳石精神。该校始终以太阳石精神为脊梁，弘扬勤勉敬业、无私奉献的师德，忠孝爱生、严谨治学的教风，顽强刻苦、拼搏向上的学风，团结勤奋、求实创新的校风，将太阳石精神与现代意识、科学技术交融，形成了浓重而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。太阳石精神不仅是全校教职工治学力行的精神源泉，更是辽宁工大学子成才立业的宝贵财富。2002年10月，学校在呼岛市开辟了新的办学阵地，一校两区并办学之大计。呼岛校区北依首山，南临海天一色的渤海辽东湾，占地156万多平方米，经过9年的建设和发展，一个布局合理、功能齐全、设施先进、现代化的花园式新校区已经傲然屹立在渤海之滨。近3年来，我校毕业生响应党和国家支援建设西部落后地区的号召，志愿服务国家西部和辽西北艰苦地区的毕业生有182人。在我国艰苦的青藏铁路建设一线上，在艰苦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上，都活跃着一批辽宁工大的学子，他们为青藏铁路的建设、为神舟的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，辽宁工大人正以昂扬的斗志、豪迈的情怀、创新的精神，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，努力把学校办成优势学科特色鲜明、多学科协调发展、教学科研水平高、综合实力强、社会贡献大、
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，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大学。为实施突破复兴战略，振兴我省老工业基地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